谁啦？骑士在靠背哦。我跟你讲，骑士真的很可怜啊，打不赢法师。这法师妈的有够奶的，你看他那个神秘盾牌还可以挡晕呢，是不是想要让我闹鬼？他看我直播、啊、让我闹鬼，就是不要逼我叫人哦，不要逼我叫兄弟。你看，一直给我挡晕，这个时候要怎么用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那个闪电球要拿出来哦。有没有闪电球？闪电球破他的盾，有没有技术型主播？久违的 ROM 啊，今天有几个 KPI 要达成、啊、我们要来开这个装备箱，存了300多箱哦。这个几率的话，紫装是 0.05%， 看能不能开到紫装，好像几乎都开得到哎、欸。而且武器不会开到其他职业的，但我更想要饰品。不过饰品的几率，它的几率好像不太一样。武器 0.003， 防具 0.001， 我上次开到这个祝福防腿 0.001%。会荷兰香开吗？不开不开，直接开比较好。荷兰香开效益 CP 值没有那么高，蓝香都只给绿装。那我们来直接来开啊，我怕我等一下韩仔来会看台来乱。哎，要几箱几箱开比较好？300多箱，我们20箱20箱开好不好？一次40箱保底蓝装，有这种事情？我不信。20箱有没有？20箱就一个蓝装了，再来。有没有紫的？紫的。反正我上次100箱全开是啥都没有，这一次20开。只有一个蓝的。这个精锐兵舰哦，这个是这个是那个架上没有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我收藏好像塞的差不多了，剩一个这个好像可以那个啊，塞一塞，加11，火属性攻击2，水属性攻击2，这两把把它塞一塞好了，大量使，哇，到2把，10把10 7把。一把，我这个11很硬，这个游戏加10点加11几率有点低，不好点，所以加11以后的收藏我就没什么感，因为太难。又全爆，这是你看这个11超难点的，我点了20把了吧，30把有没有一把11？有一把十，没有，我们就40把，不要10把，怎样有玄学是不是？是1 2 3 4 5 6 7，7把加10，能不过吗？能不过吗？15%几率，我爆几把加10了？一个，好过一个。哇靠！我大概点出30把加10才有一把加11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几率15%，这你是吗？几率太低了啦！小号开20箱三蓝。我想要紫色的啊，重点到紫色的啊，这游戏紫装哦，战力提升很多。哦，等盼者见。先看一下几率多少，0.003，这个归属等盼者见，好像没有我原本这把强，但是出紫就是爽。左边这把强一点，左边这把还有昏迷命中，这一把算是1阶紫武，左边这把算是2阶紫武，也不能再收藏，只能送他上路了。我先点加7。因为这归属啊，也不能卖啊。加8，哦，如果点到加12就不一样了哈。那我们再拼一个加9。哦，点这个就特别好过，连我要的紫装就过不了。要不，等一下点点看，剩下一次开不要，我要2个，20个，我觉得20个比较。哎呦，又是看台仔，这看仔是没。没家人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没家人没朋友啊？妈，每次开台你都在韩国孤儿哎、欸，他打我很痛啊，但那一只是第一名骑士啊，当然痛啊。而且我们这边还2只这种怪物，可是他没有强到可以一波把我带走，那只要人在基本上死不了。钢铁，你看来，我们看他可以坚持多久。加10 40%。哇！操！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点这个祭品有咯，各位祭品有咯，15加12，哇，加11 15 666，跳二，可以。我们看一下加11点加12几率多少，9%，9%，
9% 是要怎么点啊？靠北爆的几率 91%、欸、加11顶天了吧？不要叫我点，不要叫我点，这个我绝对点不下去的。那我认为啊，我认为练功的话，这一把应该是大于我现在拿的这一把。欸，战斗力比较高，然后它的攻击力左边16嘛，它右边最低攻击力20，左边38，右边40，最高攻击力，左边20命，右边19命，命中少1，但力量多1。那左边多了这个昏迷命中，但是你练功不需要昏迷命中啊。谁啦？这靠背哦。我跟你讲，骑士真的很可怜啊，打不赢法师。这法师妈的有够奶的，你看他那个神秘盾牌还可以挡晕呢，是不是想要让我闹鬼？他看我直播、啊、让我闹鬼，就是不要逼我叫人哦，不要逼我叫兄弟。你看一直给我挡晕，这个时候要怎么用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那个闪电球拿出来哦。有没有闪电球？闪电球破他的盾，有没有技术型主播？先破他的盾，再给他一个冲晕，飞，废物，西拜 Kaseki。我看一下，还没比较完、啊。感觉应该是右边这一把练功比较强，左边这把打架嘛，不明命中，只是要洗一下、啊。我觉得先拿这把练功吧，给你们看一个很鬼的金弓啊！你看这个金弓，两条红色的、欸，这个有多难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点出两条、欸，这我再开点。这个一个出来红的就很难了，但是它一次两条，这个金弓超难洗的，而且它不能锁一条啊，它一次洗出两条红的，超难。小智练功是拿短刀 打比较快，对，我觉得齁，你如果有机体，然后你在练功的情况下，如果那个怪是完全不扣血的，你拿短刀；如果你打那边怪是会扣血的，要喝水的，那你就拿大剑，因为大剑的话会比较硬，大剑有一招技能可以增加弹性，看的就是舒服，是不是？哦哟，顶级农夫武器啊，爆伤3% ，PVE 近战攻击力2，先锁再说。但我觉得这把短剑，怎么有王？靠背哦，但那个王也太痛了吧，喷一下我就快死了。我这一套我觉得换打架，打架又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 ready 好，还没 ready 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not ready， not ready， wait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靠背哦！破魔瓶，破魔瓶 ，in！ 哎，他魔瓶速度也太快了吧，在靠腰，他快被怪打死了，晕倒，送他下去，下去，死了，废物，在那边乱，哦，这样子我要怎么点装备啦？在那边乱，哎，韩仔真的很爱看直播来打哦，很想上面试。我们刚刚合到紫娃咯，但是我还没收啊，等一下看一下要转哪一只，感觉要转一下啊，这个紫娃得来不易，我是合第三次合到，没开播的时候在 DC， 但他们打王打一打就想说合一下，诶，刚好就有一发的机会，第三次合到，这很爽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用钱砸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啊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你可以用钱砸出来，其实就啊，你只要钻石够多就一定可以砸出来，但是这个就没办法花钱啊，所以中的时候非常爽。可是紫娃总共有10只啊，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转卡的内容啊，其实他有2只是转不到的，我、哦、这边7只嘛，加上我自己这一只，总共8只嘛，有2只转不到，那2只一只是这个狮子，然后一只是这个魅魔，所以我们就剩下其他就是。要转这几只嘛，最好的当然是这只嘛，这只是最好的，然后这一只也不错，欸，其实喵猫已经算不错了，瘟疫医生其实跟他差不多同 level 的吧，反正最烂的一定是这一只啊，这一只不用看，这一只也蛮烂的，这一只也不错，吉加图斯也不错，但是他的这个发动这个技能没什么用，来吧，先转一次好了，转一次1000而已，拜托拜托，不要牛头人那些，拜托好一点的好一点的，欸，有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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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那个蜘蛛，哦，碎了！欸，一发就中最好的，一发入魂。我们先把它召唤出来，现在28274嘛，对不对？宽带，哇，加了快300战力，而且这只加感知比较好，感知回魔。这一只狮子是加体力嘛，对不对？其他都没有加，然后减免也是最多的，减免加2的就这2只而已，哦，这3只。欸，重点是练功会快很多啊，因为他不能用钱弄出来嘛，所以有紫娃的人比较少。你李会长了，李会长还在带蓝娃，哈哈哈。
祝大家早日子娃，早日子起来。